来，左边听听，右边不要停。大家好，我是您，今天又到万众期待、备受瞩目、惊天动地、气鬼神的 VTuber 不心动挑战。OK， 那这次我们也是看美女，只要对美女有一丝遐想、心动，我们就会进行惩罚。那这次的惩罚是吃黄连粉啊，想到就苦，我操。OK， 那这次我们加入小小的评分，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择偶条件。OK， 那直接开始吧。啊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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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！啊，不是，我这没有兴奋啊，我觉得这个，我想跟他跳舞啊。那他这个颜值呢？我给他一个，我觉得他太精致了啊，所以我给他打个 A， 好不好？就但是他的颜值是 A plus 没有问题，但是他太精致了，我觉得他反而是。在笑的时候，笑起来的时候反而会有纯真的感觉。对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女生刚起床吗？来，睡起来了啊！啊，我被射了，我被蜘蛛女射了，我看一下，啊啊啊啊啊，我啊啊。哦哦，我被射了！哦，有点可爱，有点惊吓，有点惊喜，给这个也是 A 好不好？也是 A， 保留他一下。OK， 下面一位，哦，这看起来本来就蛮可爱的。噔噔噔噔噔！哎，是三角啊，再看一次。啊啊啊啊啊！ B 加，哎，那个叫声直接很解啊，叫声直接很解，怎么会有一个女生？啊啊啊啊！好，看到一个年轻小妹妹戴这个黑框眼镜。我告诉你啊，她其实很漂亮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种猫女啊，你看猫女，这种狐狸呀、啊，哎，这种都非常的阴险，哎，就是漂亮的女人都非常的阴险，所以我给她 A 加，啊、不是啊，蛮漂亮的、啊，好不好 ？A 啦 ，A 啦 ，A 啦，就是原本她是 A 加，但是她太完美了，太艳啊，太像一只狐狸了，就我就是所以减一点分数，不然她原本是 A 加 ，OK。好，接下来你对几个小姐心动，我们会看连续看三个小姐姐，然后我们都不间断，好，我们直接进行评分 ，OK。小姐姐心动了，第一个。B 姐，这年纪大了，不要跳了。不行了。第二个。哎呦，我七家，不行啊，我姑婆家好像就这样跳啊，哎不行，哎真的不行啊，不好意思，哎呦我他妈血压上升了，哎呀第三个，哦，正常一点了。这小姐姐我给 A 减啊，但是如果说你跟前面的比的话，她是 S， 她真的是 S，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好不好？你看她这个天使的脸孔，哎。还有那个吊带袜吗？还是蝴蝶袜？真的是没话说哎、欸！在我心中，看这部影片的话，它是 S 啊。今天我应该是不会吃黄连粉，好不好？这个看一下这个小姐姐戴狗头跳舞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差蛮多的。等一下，这个也像便秘，有没有？前面也像便秘哈、哦。看，好像差蛮多的。这我给 A 加，好，目前是不是最高啊？他是不是 A 加？我、okay, 给一个 A 加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小姐姐哈。嗯、
干啊，好像但我不知道我没有笑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就很认真在看，我看一下重播好不好？等一下我看暂停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就很认真在看，我看。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变装反而没有那么吸引我哎、欸，就是我看到这种。看他在摇，哎，我反而会比较放下心来看哎、欸、A 加，好不好？蛮可爱的、啊。好啦，吃的啦。我看那个重播好像是有点笑，是淫笑哎、欸。我们先抿一下这个黄连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的汤匙，我抓这个粉，我先吃一口。不行，我怕太大口我会喷麦，我先抿一下。太大口了啊！我开始漱口吗？不然我拍不下去了。干蛮难吃的，它不会到脸变形，但是它会持续的痛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本小姐姐哈。在干嘛？哎，一家，哎，不是啊，你对啊，不是，嗯、我不行啊，我刚才吃过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是我们以后就不要惩罚啊，哎，这次吃小口一点了，反正你们也看不到。哎哎呦，哎哎，小口一点差很多。我刚刚是一茶匙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哎呦 ，OK，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，应该是大陆小姐姐啊。那个日本小姐姐太强，我们看一下大陆小姐姐啊。准备好了吗？二龙咆哮，啊呜、哦，小风拳。嗷嗷嗷！我想跟着恶龙咆哮一下。嗷嗷嗷！嗷！我觉得他是气氛不错，我给个、A 加，气氛我喜欢，但是颜值普通吧，普通吧。我觉得他的气氛蛮好的。好，跟这个小姐姐素颜的时候也蛮漂亮的。OK。摊牌了，我绝对是全网最长的舌头。干，太长了吧？特效吗？就他的颜值，我给 A 啦。那舌头那么长 ，A 加。哦，下面一位哦，这看起来蛮可爱的，猫咪眼睛。嗯、啊？我不知道我表情怎么样，我没反应吧？我有反应吗？我没有反应啊，我。嗯、啊？应该没这个不是反应，这个是哎，他变魔术，这招叫做无中生有啊！哎呦，这看起来就厉害了，会反差很大吗？干，不要跟我长一样哦！哦，这个双下巴。干，有点差，有点多哎。这个反差就是，如果你说你有起承转合的话，可以给 A 加。但他本身普通吧，最后一个啦，小姐姐，哦，气色看起来好好啊！哎，A 加加，A 加加，这A 加加好不好？
因为他没有变装嘛，我没办法给他 S， 但我觉得应该就是 A 加加。好啊，那今天虽然没有出现 S 级小姐姐对我来说啊，但是每个都很可爱，然后这是我自己的定义而已。然后像这个跑步我也觉得很可爱，哎、欸，很漂亮，哎、欸、，A 加加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一下订阅、分享。看想看我做什么挑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、推特、IG。谢谢大家。那我是李听，一个色色的医生郎，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。